的兄弟是成都专门过来的。问题不大了。那个，你女朋友说你是专门从成都过来的？对，四川成都过来的。多少公里？1500公里左右。专门挑战我这个坡？对，专门过来玩。那你要是一把过不了，那有点有点丢脸的啊、哦。一把过不了的话，1500公里开过来，一把过不了可以干两把吗？两把那就不算成功了，我这里就是一把过。可以啊，可以。然后我想问你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为什么你女朋友不愿意跟你一起上去呢？不是，她有点担心，就是太灰了，太灰了。这个跟太多灰有什么关系？还有就是比较热，还有怕热，一是怕热，然后还有就是上面的话看了一下都比较烂。OK， 这个问题你自己注意一下好吧，我就提示到这里。好 ，OK， 我们开稿，开稿啊！好，好，可以，这么干的。按下喇叭，下面有个山猫，对，怕它上来。走走走，还往前走点，走，拜拜，还走，还走一点，还好，再到。拜拜啊、哦！下次有空过来玩，拜拜。你也看看这，这个美女很喜欢看车啊。山猫来了。山猫都加油往后退，1500公里啊，特意从成都赶过来的。哎，四川老司机发挥失常了啊！哎，是不是四川老司机？在云贵川不是挺牛的吗？还带着专业设备摄像，你觉得牛不牛？不牛，美女直摇头。对啊，没你老公猛啊。这个四川老司机，哎，咋回事？难怪他女朋友不愿意出镜。啊，比你们还，这个兄弟，猪猪的兄弟挺嚣张的，说比他还差一些啊。稳当极了。嗯。现在稳住了。哎，不能走嘞。哎。啊，镜头怎么样？抬不起来呀、啊。他逮到不敢逮一个了。山猫只是传说。家猫也得上来是吧？还何况山猫。哎，你们加油往后退，干湖南去了喽。哎，等一下，挂错档了吧？空档吧？是空档吧？你是不是挂错空档了？红油不走啊？
轰油不走，轰油不动啊。轰油不动，你挂的什么档？前进档。前进档呀。挂前进档怎么轰油不动嘞？你现在很难上来了。你要不做几把算了，一把是很难的，我感觉。啊。对，多打多打几把算了，多打几把算了，对。档位看看好啊，档位不要挂个倒档啊。山猫都能横在这里啊。不是，不对不对，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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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他是在轨道的吗？你这个车子有问题，兄弟。他这个啊，挂进档没有？没挂进档，应该是没挂进档，兄弟。你还不帮你老公来看一下，车子都坏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挂了哪个档？我看一下。不用过来，不用过来，你就在后面，灰太大了。挂了哪个档？前进档吗？前进档。你把熄火，熄火，熄火一下。对，你这个挂不进档了。熄火。啊。风那么大，又不走啊，是吧？嗯。能怎么动呢？有没有过去啊？是吧？什么过来没的？没过去啊，有没过去啊？没有，没有。他是没挂进档。反正你不要挂倒档啊。嗯。啊，这样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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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了啊。但我怕你弹轴哎，你这样轰我怕你弹轴。快打过来呀！你打过来，我打大一点是吧？你这很容易弹轴的。打那个的，他一般就升不了，要倒档。他这胎也改了，避震应该也改了。我听这声音，可能发动机、变速箱都改了，我感觉。这只是个壳了，感觉。刚才打这么倒过来，我们打大一点是吧？啊，对对对。刚才打这边来，往这边走。哎，对，好，对对了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我觉得他这技术我他妈有点担心呢。兄弟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他这个车子也感觉有点问题。你还是往这边来。我就怕弹轴了，弹轴就真的拖都不好拖这个地方。兄弟，算了算了，我怕你弹轴。兄弟，你别把个车搞坏在这里。哎哎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后面干了。等一下，小心有刷子啊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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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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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！太猛了！你去劝一下美女，劝一下，叫别搞了，别搞出问题了。真的去劝一下他。哎，这个东西，待会儿坏到这里也不好拖，你知道吧？我你去劝一下他，你别搞了，别搞了，你倒车。算了，下去，哎，下来，在这掉头，下来，不行，你这个搞的不安全。下来。你看看，你看我们身上这，
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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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搞不上去，爷爷搞不上去。都下来。不是，大家倒下来，倒下来，倒下来，倒下来。江总，那个车都上去了。江总，那下去了，车上去了。那个车去了三次。下去三次。然后大家都在开上来。哎，不是，他怎么，这个东西？叫他海底专门叫他苹果界的。不是下你这不要开上去，不要开上去，你这个太开的太那个了，真的，下真的下，这是对你负责，你知道吧？对你负责，啊。你看我们身上，你看你关个窗户又听不到指挥，每个人都，你信不，你这个我跟你说，我这是对你负责，真的，你对你负责，你问一下别人了，你这个搞得太那个太危险了，是吧？你关个窗又听不到指挥，我万一怕你那到啊，哎，你先下，这个不是你干不上去，你这个。不是选不选错问题，你这个我不敢让你开，你万一搞出问题来，我负不了责，真的。再干一把，没事再干一把吧。你先下去休息一下吧，先下去休息一下。兄弟，一把干了就走了。这个兄弟硬是要搞一下是吧？等一下我理回来。他下去了。下去了。那你下去吧，下去吧。下次过来玩了。好，下次过来玩。OK。OK 啊，今天的视频拍到这里啊，欢迎大家关注王晨博伴散步屋，拜拜。啊，看一下我身上的灰。看一下，回去洗澡，你看这肩上的灰，全是灰，太热了。其实没来陈伯伯之前，每个车手都觉得自己是天才，一下可能开上去。其实来了之后，并不是那回事啊。所以到这里来吃土鸡，先衡量一下自己的实力。OK， 欢迎大家关注王晨博伴散步屋，拜拜。